我岳父岳母是因为从来不看电视的，他们因为嫁给我之后，我老婆嫁给我之后，他们才会看我的节目，说偶尔再看一下，哎什么什么什么，结果十一点钟他看的时候，看到他就在讲这个事情，他回来把他女儿骂臭骂一顿，就把我老婆臭骂一顿，哎呦你这妖秀嘞，你也什么不受妇道啊，你也不好啦，你嫁好人别人啊，你干嘛跟谁有点跟邻居有下面带，你说你尽量讲国语就好，不要勉强，就是你为什么你怎么跑去跟，就把我老婆骂了一顿，我老婆就觉得很冤枉，我老婆冤枉就算了，然后他公司同事每一个人都去问他，你这种事情你要解释，你不能避重就轻哦，因为也不乏有人祝福我跟你老婆的了，你放屁。